7月16日，都市情感剧《时间都知道》在京举行了开播发布会。导演钟树佳、学唐嫣、窦骁、杨烁、吕一、蓝盈盈等一众主创登台亮相，与大家分享本剧的台前幕后。此次是唐嫣与窦骁、杨烁两大男神的首度影视剧的合作，剧中三位主演的故事也是感人至深。现场，窦骁和杨烁分别表白唐嫣，用剧中的台词送上情话。不知何时，不何地，我的爱很直接，没有复杂，也并不骄傲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。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，当你看到他，你就会莫名心跳，你会每时每刻都想要见到他，就是这么一个人，让你幸福。念还念错了，让你奋不顾身为他不顾一切的人，此刻就站在我眼前。如果要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唐嫣说要感谢十年前的自己，窦骁则要感谢恩师张艺谋，而杨烁却表示并不想回去。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的话，那我会对十年前的我说，谢谢你的选择和所有的坚持，让我成为现在的我。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的话，我会对我的恩师张艺谋导演说，很感谢他，因为在十年后，我觉得我终于慢慢去理解一个演员创作一个角色的艰辛，然后也谢谢他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辅导。我不想回去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是吧？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遗憾，你才会珍惜今天。我觉得今天是最重要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